我是霸主，我莫名其妙的穿越到了恐龙时代，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。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，集齐3块上古神器，便可启动传送之源，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到什么时间了。还是起床吧。 名字叫班草。好了，英煞，跟我走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准备一把枪，一把杀伤力比较大的泵动式霰弹枪。现在物资比较充足，可以多准备一些弹药。霰弹枪需要用机床制作，而子弹则需要用到研磨器和铁匠台。这一把霰弹枪里面可以装6发子弹，比我之前使用的那把强多了。 闪角兽，开灯。这只闪角兽的电量好像不太充足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自己关灯。现在我需要去把738吸引到岸边，哦，小心点，他们游上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先上岸。他们应该游过来了吧？哦，他们来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将他们全部带回去。英莎，班草，不要攻击他们。来吧，进入我的鱼筐中，跟我走吧。